我们在海外了，许多朋友们都听说大方广啊，这个几年呢做得非常成功啊，所以这一次胡居士想到我们大家借这个机会聚会一下，彼此互相认识啊。那么在这几年来啊，尤其是最近的三年，我也走过许多国家地区啊，看到一些社会一些病态，感到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急需要提倡。当然教育这个事情啊，是百年树人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很难收到效果。但是现在社会危机这样的迫切，不要说等几十年了，甚至于十年、五年，怕都来不及了。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大家呢都非常清楚。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青少年的犯罪率在全世界不断的提升啊。我这次到日本访问，日本的可以说是少年的学生啊，这个小学生、中学生自杀率差不多平均有一百，每一天有一百人，这很可怕了啊！每一年呢，统计的时候大概总是三万几千人的样子，所以平均每一天将近一百人。这个社会的离婚率啊，犯罪，这个是社会动乱不安，让人看到非常担忧啊。十年我快到九十岁了啊，二十年呢我就一百多岁了，能不能见到真的是很难讲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段事情做好啊，真的什么时候都能往生，这个就是经论上所讲的生死已了，不受后有。我们是从念佛往生这一个法门来了脱生死啊，这个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啊。我在日本也劝导日本净土宗的同学们啊，日本人非常敬仰善导大师跟智者大师啊，这他们最崇敬的啊。那么善导教我们念佛，智者是无品位往生啊，无品位我们在这一生努力确实能办到啊。至于宗门所讲的向上一着，那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到啊。就像黄念祖老居士过去所说的啊，禅根密，从此之后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修行人，成就是非常非常稀少啊，不容易成就。他自己也是念佛往生的，
所以净宗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要真信，要发愿。往生的条件，大乘经里面说得很好，心净则佛土净，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修行最重要是修清净心。无量寿经上讲的三个原则，清净、平等、觉，我们要把目标锁定在这一句上，念念行行都不离清净平等觉。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就断烦恼断妄想分别之处这个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以我们有生之年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特别要帮助儿童小学生、初中学生帮助他们走上正路那么现在国家也提倡以德治国我们要把伦理道德讲清楚、讲明白更重要的呢，是自己要带头去做。确实言教不如身教我们身体真正做到了让人家看到了他对你才能产生信心你教他他才会相信如果自己做不到就很难说了你想帮助别人呢那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佛在经上讲的时候那是决定没有这个道理一定要自己先做到你才能帮助别人从哪里做起呢我这么多年来特别提倡的人弟子规弟子规不但要教小朋友我们要教自己我们自己从小没学嘛这个在儒释道三家来说是根本的根本不管你学儒学道学佛都要依弟子规做基础那么我们在国内在国外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在家出家他为什么不能成就天天就是听我讲经在我周边的人听了十几年了他为什么不开悟原因在哪里呢没有弟子规的基础如果有弟子规的基础不可能不开悟正果不敢说开悟是决定可能没这个基础为什么不能持戒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能持戒能吃苦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两样吃什么戒呢我们今天把戒律降低到最浅显的程度五戒十善为什么这个字做不到五戒十善是佛教在家人的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
啊，佛教出家人最低的这个限度啊，是沙弥律仪。啊，现在也没人能做到。明末清初，杭州白天目山偶一大师，啊，这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一位大德。他一生呢，就持沙弥律仪。他自己说比丘戒他做不到啊，沙弥律仪他做到啊，啊，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他不称比丘啊。那么他的学生陈实法师，这很难得啊，他自己觉得啊比老师比不上啊，所以他一生自称呢出家有菩萨啊。那么晚近弘一大师也是自称出家有菩萨啊，也就是说三归五戒十善他们做到了啊，但是剃度出家的啊，出家有菩萨名实相符，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三归五戒十善这么困难？没有弟子规的弟子啊，他们那个时候都如数啊。弘一大师生在清朝末年，都如数啊，有这个基础啊。啊，我们自己要想成就啊，成就自己，成就事业，成就啊度众生啊，就要从弟子规，从三规五戒十善下手啊。出家人纵然这个沙弥律仪做不到，你能把这几样东西都做好啊，那也是出家有菩萨嘛啊。学陈实法师，学弘一法师嘛，行啊，人家前头有样子啊，不愧呀为一个出家人。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呢，那就是佛门谚语里面所说的地狱门前僧道斗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共同勉励啊。那么再看看印光大师，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第一位大德啊，没有人不承认啊。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一生他所想的，他所做的，真正是想挽救这个世界的灾难啊，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啊，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啊。现在这个社会灾难，我们这提倡这些东西，要求这个社会大众都能够遵守奉行，是做不到的啊。弟子规只有劝自己做，你劝别人，人家肯做吗？啊，三规五戒十善都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了，我们自己要做好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着因果教育，我们现在想想有道理啊。你在今天这个动乱的社会，你用儒家的学说去讲，没人愿意接受啊，佛法这些经律论也没有人愿意接受啊。连西方，你今天就是我们这次到这个梵蒂冈教廷去访问，他们跟佛教也差不多，只有形式，
没有实质了。啊，这个世间宗教很多，著名的宗教是六大宗教，这是国际间承认的。啊，有几个真正依教修行的。多数啊都是讲宗教的形式，啊，我接触这个佛教，是肯定它是教育，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从这里入门的。啊，这些年来呢，看看其他宗教的经典，我都去读，我很认真的学习，啊，我肯定每一个宗教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我从这个观点上做团结宗教的工作，做团结族群的工作，啊，也算做得很顺利，很成功。啊，可是要真正化解冲突，促进整个世界社会安定和平，宗教能力还嫌不足。啊，所以想到印光大师因果的教育管用，那因果要说清楚说明白，啊，它是事实，啊，它不是迷信，啊，它是宇宙自然的法则。那有因吗？一定就有果吗？啊，这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道啊，就大道啊，因果是大道啊。啊，欧耶大师讲，我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呢，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不外乎六个字。啊，心相。啊，心能生能现。啊，相呢是所生所现。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呐。啊，整个宇宙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这个里面有四，有理，有因，有果，这六个字是大道啊。随顺道，随顺大道就叫做德。啊，如果我们能随顺因果的时候，哎，今天社会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啊。啊，佛所讲的经论，讲定，讲戒，讲慧，那都是随顺大道。啊，随顺道呢，这就是德。戒定慧三学是德，儒家讲智仁勇三大德是德。啊，中国古圣先贤讲五伦五常是德。啊，五伦是道，五常是德。啊，那么再说的详细一点，中国人讲八德。啊，八德有两种说法，啊，德目不相同。啊，古时候讲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八德。啊，那么近代又有个说法，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那这两个我们把它合起来，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
这十二个是德目德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这个为标准，这是德啊，这是随顺道啊，违背了道了，灾难就现前啊。我们今天看到社会的灾难，确确实实是疏忽了道德啊，所以挽救这个劫运，挽救灾难，我们今天的话说，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哎，要靠什么呢？靠因果，因果最有效了啊。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啊，三本书，一本是《了凡四训》，一本是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另外一本是《安思劝书》啊。这三部书完全随顺道德，讲因果报应啊。如果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确确实实，能把人真的从迷惑当中唤醒过来啊，再不造恶业了啊，再不起妄念啊，念念为别人着想，不要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都是过啊，为别人想那就是德啊。印光大师一生用印经流通的方法啊，来把这个因果教育向全国推行啊。在那个时候，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印书啊。现在印书不行了啊，中国现在有十几亿人，我们没有办法印十几亿部书啊啊。可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这印光大师那个时候没有的，我们现在用高科技，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啊，我们用这个来传播啊。那么现在一般大众最欢喜的连续剧，那人人都离不开电视机看连续剧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要把印光大师这个因果教育的这三种教材用连续剧的方法来表达啊。所以我在此地找了游本昌居士啊，他皈依了啊，找游本昌居士，让他负责来做这个连续剧啊，先做《了凡四训》二十集啊。我这次来，他带了这个写剧本的这个先生来见我啊，我们用这个做手段。把了凡四训广泛的推荐给全世界的人啊。这个连续剧是用普通话来演出来的啊，然后我们把它用翻成英语，翻成西班牙语，翻成阿拉伯语，我是想用四种语言啊，把它配上文字，用文字来解释，在卫星电视传播啊，在我们网络传播啊。这一部东西做完之后，接着我们做三十集感应篇啊，感应篇里面故事很多，内容非常丰富啊。再做这个三十集安思劝书啊，安思劝书前面一部分呢，
就不必要，它跟那个感应篇重复啊，就是文昌帝君印之文重复啊，那我们就取它后面三部分，万善先知十集啊，那是劝戒杀，讲杀生的因果啊，欲海回光呢讲邪淫的因果，后面呢西归之旨是讲念佛的因果，很好啊，这个三十集啊，每一种十集啊，这个合起来印光大师救世的愿望我们替他完成了啊，我们大家呢埋头苦干努力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我们要去实行，我们啊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做出效果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效果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真正显示出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因果的道理。这次他们编剧我特别强调啊，要把这个因果的理说出来，因果的变化说出来啊，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啊，不只是了凡先生他有命运的，我每个人都有啊啊，他是遇到一个高明的人呢算得很准呐、啊！我们遇到孔先生是各个人那个命都很准呐、啊！啊，命运是你前生的业报，这佛家讲得很好，哎，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你前世造的什么因，你这一生受的什么果报吗？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你想我来生怎么样？那你看你这一生当中干的是什么？因果通三世啊！啊，虽然这是命是前生造作的，定了。啊，可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加减乘除，我起一个善念做一桩好事就加了加分了，我起个恶念呢做一桩不好的事就减分，哎，天天有加减，这个小善小恶是加减，大善大恶就乘除了，所以每天都有加减乘除，这加减乘除幅度不大，所以这个命运大致上还是很准确的，如果加减乘除幅度大了，命运就改了啊。这了凡先生做了这个一生啊，做出效果来给我们看到了，你看他改过修善啊，发愿要做三千桩好事，十年才完成啊，好不容易啊，凡事起头难啊，要断自己的习气，但是第二次呢在这个法院做3000桩好事，四年就完了啊，第三次法院做1万桩好事啊，一天就做完了啊，那就是做保底之线呢，他减税呀、啊、那你看一个命令减税了，那保底县的人有几万人呢，都得到利益了，公门好积德啊！哎，你这个权在手上的时候，一念之间万家得福啊，所以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功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位啊，在从前这个秀才等于我们现在的学士，举人
等于硕士，进士等于博士，啊，这学位的名称，啊，在从前称为功名。他命里头只有秀才，没有举人，没有进士。你看以后他考取举人，要考取进士，但命里没有的，啊，他求到了，啊，命里面没有儿子，他得了个好儿子。啊，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多活20年。那个20年是他这次修的。那真的有效果啊。啊，所以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呢，他就不会有恶念，也不会做坏事。天天做好事，天天起善念，所以他天天加，天天成，整个命运改变了。啊，你看我如果这个社会上人都懂这个道理，都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他就不会做坏事了。啊，现在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善，他还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我们一般人以为我这因果报应是假的，我说真的。他要不做这些坏事，他那个福报是现在的10倍100倍啊。因为他这个起心动念作为都不善呢，他命里都打折扣啊，扣了很多了，扣了很多还有这么大的福报，你就向他福报他。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让大家想想，哎，还是做善事的好。啊，你命里有大福，福中再增加福。啊，你那个福可以享200年的，你就可以享500年。啊，你现在起心不善的时候，你那个200年的福报的时候，不到20年就完了。哎，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太多。啊，少壮的时候发大财，啊，享大福报，到晚年的时候破产了，啊，甚至于犯罪了，啊，那种福报享完了，啊，本来可以享200年的福报的时候，哎，10几20年完了，哎，这个我们自己都在眼前呢，啊，你懂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明白啊，为什么不做善？啊，做善事真的是利己利人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道理，哎，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民族，你给他讲的时候，他都欢喜听啊，他都需要啊。往年我们在美国建了个道场啊，那么也有很多附近邻居当地美国人到我们道场来，啊，他看了很稀奇，啊，我们到底究竟在做什么？啊，那我们供养这佛菩萨形象，他们看得很欢喜，啊，他问我们，啊，我们说我们修的这个净土法门，啊，什么叫净土？啊，是心地清净，这真好啊，我们也想心地清净啊。啊，我说除这个之外呢，我们求快乐，啊，极乐世界，啊，我们求快乐，我们求长寿，啊，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无量光嘛，极乐世界是快乐。我说我们求啊，求长寿，啊，求快乐，啊，求清净。哎，他说这些我们都需要，我们都想学。我说好啊，我说你们星期六来，星期天你们上教堂，星期六了你就到我们佛堂来。我们佛堂真的是有快乐，有清净，有长寿。啊，那星期天呢，你上你那个教堂里面去，你去追随你们去天父去。啊，我说没有冲突。啊，我说我们真的是师生关系。你那个教堂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跟师生关系没冲突啊，所以
因果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真的是有求必应啊！你怎么样求清净？怎么样求安乐？怎么样求长寿？啊！现在人都希望发财。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佛教你那个发财的方法真有效啊！啊，大放光的卢居士学到了，他告诉我很管用，很有效益。啊，他说很简单，很轻松。他说从前做生意是天天动脑筋，累死人。他说现在什么事也不想了，自然就来了。啊，你看多自在。啊，佛教给我们，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你食材越施越多，你不要怕了啊！所以这个谚语里面讲舍得，舍得是佛教的名词，你能够舍后头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就不得啊！舍财得财，舍法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施无为的得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里头最重要的素食，素食是无为布施，从此以后不吃众生肉啊，跟众生不结恶缘啊。那吃众生肉的人都有杀气啊，那个动物看到你都吓跑了。哎，你这个吃长素的人，动物看到你不害怕啊。啊，那个野生的小动物，你蹲在地下，小松鼠招招手，它会到你面前来，啊，它不怕你，啊，为什么？你没有杀气。我们现在讲磁场啊，磁场好，啊，它欢喜接近，它知道你不害它，啊，所以都是布施，财法无为，你三种布施都做，认真去做，努力去做。那么你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自然就得到了嘛。啊，那了凡四训呢，他就显示这一点嘛。啊，我是叫他们写剧本表演，特别把这三种布施给突出。啊，你看他拼命做好事，拼命施，得这果报。啊，比你自己每一天啊去动这个心眼，啊，干一些损人才利己，错了，损人决定不利己，损人是真正害自己。啊，把你命中的财、智慧、寿命，统统都减损了。啊，亏折了，就打折扣啊，扣掉了。啊，他还自以为得意。这是不懂因果啊，不懂得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做依教奉行，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啊，然后让人家哦学佛学儒啊，真正的行仁义道德啊，欢喜布施，欢喜帮助人得的殊胜果报啊，我们一定把它做出来啊，做出来你就会感动很多很多人啊，这就是真正救了众生，度了众生。那么我跟大家说的话了，我想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啊，共同努力啊，好好好好好。